神她的头衔，好不好？头衔啊，我们看看她的头衔是什么？头衔哦，这个很重要，厉害哦，来，请二，请看三，哎呦，妖艳，又妖艳又清新，这很难哦，妖艳小清新，很难哎，这很棒。来，我们稍微简短访问，听一下门后车位正妹，你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哎呦，他声音蛮好听的哦，声音舒服啦，舒服，可爱。是，那会不会这五个字当中只有一个字是真的？哎，小，就是腰，或者是小腰，小腰或者是小，他都腰小，腰小，腰小，腰小。有没有哪一位想要争夺？要跟他共拥有共演权？交给比较清新的啦，魏璇，对对，跟天洛，您刚刚。你们两位吧，刚刚是二次，六位是有抽鬼牌，你们两位抽中，还是说猜拳猜输了啊？黑白配，妖艳跟清新是很棒的结合，哎，对对对啊，反差 remix 在一起，那个叫做是高反差。对对对，撞色，对撞色，撞色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要跟大家说，大家都以为我很清新的外表，其实我最近有去演床戏，有床戏，哇，电影咖。我们担忧的不是你演床戏的部分，而是今天露露请假。这个很可怕，对对，你演的那个床戏是在那个病床上面的那种吗？是，其实这个场景就为他设计了，是是，那个床戏是在鬼屋。好，既然两位不怕死的朋友来，一起来争夺共演权。好了，两位不怕死的朋友，他们秉持的他们的地藏王菩萨的精神，谁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。两位只要捧着这个冰块，谁先放下来，谁就出乱。里面好，来，哇，直接来，开始，看谁撑得久，双手捧住，你怎么拿都可以啊，双手捧住，啊。哎，双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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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，看谁先投降哦！哎呦，谁先 give up？give up 还没，还可以撑，还可以撑，没有冰都在融化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用你的体温把这个冰块给融化。开始刺了，开始刺了！哎，他们都蛮能撑的哦。所以以后可能会没有手拿麦啊。还是要三思啦，对，因为今天那边请假，对不对？我要转移一下注意力的，哎，再不行的话，赶快放下冰块，立地成佛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的是不是比较不平？分散注意力啦，很拼啊，手离开冰块就懊恼了，现在好。现在手不能动哦，双手都不能离开哦，离开就输了。你们这么拼干嘛？离开就输了，有资格吗？没有，我单身。丰田提出了，我单身很久了啊，真的，这个你可以让你妖艳，妖艳小清新，我年纪比较大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适婚年龄，适婚年龄，来喽，来喽，已经到了决战的时候，快不行了，好强啊，手离开就输了。哇！哎呦，我们两个拼成这样，没有没有感觉是正常吗？夏天若是志在必得，哎哈，对啊，校队硬是吗？硬是要的，校队有点头晕，把夏天路感觉一点都没有痛的感觉，真的。我把鬼门打开，搞不好就有两个同时放弃，我再换掉，哎，会吗？我这边冷哎，要吗？要吗？溜一下吗？注意看了，一有三，一有三。谁先放？哇 ！OK， 恭喜夏天洛夺得共演权。哇！对，因为人家放在这里才对，你放地上是不行。放地上不行。好，两位，你的福利来了，你们等一下呢，在唱歌的过程当中要撞破气球，然后要摆出铁达尼号的姿势，而且你要公主抱，你要抱他。要抱这个妖艳小清新，妖艳小清新。后面这位正妹，她的眼光，她的眼光，就像星星发光。是是是，星星发光。好难过，好小，星星发光。好，夏天洛马上进入。等一下，我们还要贴一个唇印。唇印，唇印。因为女生等一下要在你身上把这个唇印找到。对对对。对对，宪哥来贴。你贴你贴，哎，随便吧，随便随便随便。随便了，来。啊，这里好，这里好。木内木内，高点高点看。哦哦哦哦，这么深，可以哦可以哦，可以吗？好 ，OK， 马上进行我们的共演，私奔到月球。其实是个习惯又手拉的小偷，我的心、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偷走。你才是狡猾的杀手，技巧后座。作孽啊！要讲要讲！这星球天天有故事，依然在
爱错过，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，在争取这一刻，不再问为什么，小心啊，不再拒绝任何人，心和心有什么不同，一二三牵着手，四五六抬起头，七八九我们私奔到夜中，让双脚去腾，抱我抱我，让我们去感受那无忧的星空，聪明往往还是会寂寞，我笑着倾听孤单中结合的寂寞，要冲要冲，一股向前，男生男生用力用力，不放弃，飘荡的心跳，Let's go， 靠近你，用转的用转的，突然两个人发出叫。汹涌这一刻，让命运变沉默。要加油！还有，一张，一二三，牵着手，四五六，抬起头，七八九，我们私奔到月球，让双脚去天空，让我们去感受。四五六，抬起头，抬起头，你要抬起头。带着我们私奔到月球，让双脚去腾空，让我们去感受那无忧的天空，那夜色纯真的感动。哇！都喊我们心一下，来，小船，欢迎，欢迎，欢迎，快快起来，出力。不行啊，那个夏天过，夏天过被抓到盘丝敏感，这个敏感结束了，结束了。那个天洛串是艺能界里面的新朋友嘛，对不对？刚加入艺能界多久？这个演艺圈还是有一些潜规则的。对啊，结束了，搞了老半天。这个露露已经变成姐级了。对啊，她出唱片了，你只是她的一个小小的跳板。对啊，她开演唱会嘛，她是要来宣传，她根本跟对你是无情的。你刚刚还撑冰块撑了那么久，而且你不是她的菜。对，我会邀请你来，谢谢，就这样，邀请你一起来看我的演唱会，谢谢，好不好？来介绍一下，介绍。那天是4月24号，是我30岁的生日，然后刚好那一天就办了一个我的演唱会。刚好，三十而已是一个电视剧嘛？对。你怎么那么清楚？我这么清楚？我们是真心的去关注。哦，但我是说不怕三十而已，就不要怕，只是三十而已，对，害怕。然后去年发的专辑，然后今年才开演唱会这样子，然后准备对，准备一连串很好听的歌这样。哦，辛苦你了，演唱会到时候一起上家，到时候我们都一起来参加，好不好？不要安排去高雄或者去台中，对对对，没有没有，一定要来，确定，确定，一定要来。对啦，好朋友，我们要跟他们参加一下，因为在 Legacy， 然后大家可以赶快去售票，因为现在售票状况
相当不好。哎，不要这样讲，应该说票还蛮多的。啊，票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啦，认购一下啦。我们的票真的比蔡依林的好买很多，好太多了，真的不用抢，不用抢。他们这个开卖以后有黄牛啊，他这个是真的有黄牛，黄牛大量释出。赶紧脱票，不要买错了，管我买，哇，是买错，要买蔡依林，对对，买到我的，对，很好听，很好听，真的是真心认真准备，辛苦了，天洛，谢谢你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这个茶具很辛苦哈，好，谢谢大满，谢谢。